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异地恋已经够困难了，更何况我们还隔着时空。这不是梦吗？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叫李初月，是个精致的猪猪女孩，最美丽，最可爱，我还是个宝宝。脸皮可真厚，想要寻找回家之法，与我完成这宗交易。做戏而已，那么认真干嘛呀？我回来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这究竟是何处？你若帮我回上虞，我便赠你黄金万两。安景章，你别跟着我了，我说过了，不可能。李初月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。我们结婚不是假的吗？把话说清楚再走。我是小甜甜。变态！我都已经补偿你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正常？是不是得病了？是因为我喜欢你。看来有人舍不得我。